大家好，我是海妮发，来自新加坡，是一位精通双语的演说家。想知道我是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位精通双语的人才吗？在一个课程上，叫做完全改变的课程，我带了我的先生到这个课程来听课。这个课程的主讲者是黄嘉欣老师。三天的课程是用华语分享的，因为我的先生不会讲华语，更不会读法文字，我不得不帮他翻译。在这三天，我完全把整个课程都当下让他学习，翻译给他听。就在当时，我真的成为了一位精通双语的人才了。以往我都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可是这一次会不同，因为这是我奉献给我的家人，给我的另一半。大家成为一位精通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什么的技巧都好，如果我们是为了爱而可以精通这一门技巧，我相信大家精通的速度会更加的快。我就在那当下感觉到了这股力量，因为有了爱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潜在的能力带出来。就在当下，我们真正可以发挥出我们真正的潜在的能力。大家，你们爱你家人吗？爱你家人，你们才可以有驱动力去做到你所要做的事。可能你们认为做那件事付出了时间，付出了精神，不会得到福利，不会得到什么荣耀，而且出名等，你们也一定会做到。为了什么？都是为了爱嘛。因此当时我帮我的先生翻译的时候，都是为了爱。第二，在这个活动大家会学到什么呢？你真正启动到您的潜意识的3万倍的力量。这3万倍的力量来自于哪里？体验到的人都真正有这个感受。因为不只是可以真正把你所有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，而真的可以让你彻底的去运用到所有学习到的那些知识。从此我也慢慢的学习，我在哪一方面真的需要帮助，哪一方面已经可以真正的带动自己开始行动。非常欢迎大家参加这个完全改变的课程，我可以保证大家一定会开心，因为在那里集合的人都是爱学习，都是为了爱才参加，为了爱真正的要改变出席了。我们会在那里帮大家，让大家看到有爱是多么的伟大，爱自己，爱家人，更是爱人类，就是可以帮你成为一位优秀的人才。